这回这真是，应该好了吧？这都走好几个小时了，俩小时了，兄弟，有用没有劲的？奶奶，这都是油，在油里煮着，一马赛还凶。嗯，大声辛苦的。哇哦！就吃这么一疙瘩就行了。吃的不多，吃的不多，就这一块儿。真正的黄苗，完着的好。哇，这一大锅得多少钱？哇，一个羊蹄熊。终于出锅了。还能换？还能吃？不吃？还对啊，好对。嗯，没亏。没吃过那些。嗯，小姑和弟弟他们俩，他们几个也在胡市吃肉。然后给他们发了，我们家吃肉。奶奶，我肉怎么做？奶奶们开始吃饭。羡慕了吧？哟，摸多了，今天。你们好像就是自己啊。哎，这还我这个是，这个东西。这么好呀，这我就得几呀，一奶嘛，叫你十二一天几奶奶，奶奶多大人还能把几十年生一几呀？他那是到后头去了，我别看了，跟那个没得几块，俺那到处去呢。姐，我到台湾了。这个有点，这么点的，太好了吧？三根腿，一口闷，大家紧，不是这个味道哎，这工作那个这工作就没。